哎呀，挑一号标行不行？一号标，可以可以。扣一号啊，谢谢你哈。哎，上一把我直接干了五个人了，哎呀，差一点吃鸡哈。老子就喜欢你那个性格。啥？你说我呢？还是谁？就你就你。哎呀，你喜欢咋干嘛啦？你陕西人啊？哎，差不多差不多。嗯，陕西。啊，你哪里的？四川。哦哟，旁边。哎呀，很挤啊，很挤啊。哎，那个麻辣烫啊，特别好吃啊。是那个汉中是吧？哎，差不多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是巴中的。哦。离汉中就一个半小时的。啊，巴蒂巴蒂啊，嘎吉浪啊。你太幽默了。哎，怎么有这个？怎么有小弟弟的声音啊？四号啊，四号，我拉的。四号是弟弟，是不是？小，你女的啊？说啥了？啊，女，女的啊，女的啥？啊，这、哎、来来讲个话，我听一下。嗯，四号该讲一句。你就是个弟弟。哎呀，这个是弟弟呀，你听不出来？哎呀，肯定是带爸的。你说啥是啥？太有种了。啊，如果是女的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给你道个歉好吗？姐姐，不好意思啊。来自中年油腻大叔的调侃。啊，我不聊小姐姐啊。太油腻了。哎，小姐姐是。他这个陕西腔调。太足了。哎，你喜欢陕西腔吗？我不喜欢。哦，可以可以。你们陕西人一天就是磨磨磨。我们特别会吸哈，陕西人特别会吸，我吸给你听。嗯、啊？我你的妈，恶心，很烦。哎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，哎，吸习惯了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他是你媳妇不是三号是吗？不是不是啊，不是媳妇儿，朋友啊，朋友哦，啊，声音其实真的蛮好听的，嗯，对，就有那种御姐的韵味是吧？哎呀，御姐啊，可遇不可求啊，哎，可遇不可求，可求不可玩啊，可看不可亵玩焉儿。哎呀。哎，小姐姐，哎，会唱那个抖音吗？抖音？我肯定不会啊。那你可不可以唱一首抖音？我想听一下下。他说他不会，他不会。哦，他不会是不是啊？我这个啊耳朵不好使啊，抱歉。哎呀，耳朵岁数大了，今年啊37了，啊无债一身轻啊，看到人啊笑嘻嘻。你能接受吗？反正老子有点接受不了。我要是你媳妇儿，老子必须给你离婚。哎呀，你咋讲啊？咋讲说话了？啊，不是啊，我其他不行啊，但是我这个腰，哎呀，还是可以这个颤抖的。哎呀哎呀，哎呦哎呦，十个男人，有九个他都说他的腰行，结果一上场都不行。那小姐姐，你喜欢这个腰硬朗的还是不介意？那肯定喜欢硬朗。汪汪小姐姐，他妈汪汪小姐姐，硬不硬朗有什么区别？你喜欢你会介意不硬朗的吗？会介意吗？我跟你说，硬朗的噎十次，不硬朗的噎两次。你选哪一个？我不选。我这个小孩子才做选择呢。哎，小伙几啊？你几岁啊？19。哎呀，那比我短一点点啊，没事没事。嗯，我跟你说，老子一个搞体育的，你竟然说我不行，老子很不服。不是不是，我不是说你不行，我说你比我短一些些。我，你靠你的舌头存活到现在，你有脸说吗？哎呀，说不定小姐姐喜欢我这种嗓音的，是不是？四号，你说，我不喜欢，就你那油腻，不敢不敢。他肯定是喜欢我这样的。哎，小姐姐喜欢我，对不对？
啊，一把年纪了还没有讨媳妇儿啊，很难受。哎，很难受，一把年纪还没被人家摸摸的。哎呀，那三号，老出来，三号给我一个摸摸的，可以吗？三号，男人的也行。我们整三号啊。哎呦，他们应该压过去。让我交点。残，在你面前残。我们过来拉我。还有吗？先过来拉我。一号，你那边是不是还有一个？是的啊，是的，没死没死，死光了。哎，没事，直接试。我挑一下声卡啊。哎，兄弟，那个声音太累了，兄弟。这是我不和你整。哎呀，开一个玩笑啊，兄弟。你烦不烦？我那口烦不烦？我口音可爱吗？你是真的用的那个声卡呀？没有，刚刚那个，刚刚压低了一下声音。你压低了就是这样的，嗯，压低那样。你要变尖吗？变尖也可以。小哥哥，你去死！哎，别！但是，哎，对对，但是你那个可以，哪一个？你说可以变到那么，可以想变就变，还可以啊。可以可以，跟你们一起吃鸡。那男的一个比一个骚啊。小姐姐喜欢骚的吗？要是男人不骚了，你太骚了，受不了。可是受不了，三号也很骚啊，所以你才喜欢三号吧？我骚吗？嗯，三号还好。三号还好。我来保护小姐姐，保护你家媳妇儿。那这种东西需要挤吗？那肯定是我自己了。没关系啊，我帮你们凑成 一嘟嘟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这把如果吃鸡，小姐姐就给她一个机会，好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，小姐姐？可以可以，好哦。这样的吃鸡，我信你个鬼！他不相信你啊！这句话让我搞得我打这把游戏都没劲了。我跟你说，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哎，不是，你名字叫什么？我就叫星星啊，星星哦，你叫星星哦，醒醒吧，你也吃不了鸡。我叫香喜，我们星星相喜。我叫只爱星星，我姓只，叫只爱星星。闭嘴。有没有信心吃鸡？想不想打空投？现在还有十二个人，别打、啊，我们狗一点还是能够吃鸡的。苟一点，苟一点，别捡空投了，这是关于你的幸福啊，兄弟。对啊，我醒醒姐姐长得很漂亮。我信你个鬼！大残两只。对，人很多。不要了。打一个。没有，他只要敢拉，溜吧，先溜。这圈很痛，吃不起。边走边卡圈，边走边卡圈。对，要。我操！进前方。啊，打不动啊，兄弟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帮我按个赞，也可以到 Twitch 实况这边跟我做一个及时的互动。最重要的是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，你就可以得到我发布影片的第一手通知哦。那我是李听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